来，大姐别哭，来，我给你分析分析。大姐吧，你又坑我、哎、是不是？没有，你又坑我，一年365天，你天天坑我是不是？大姐，我看明白了，这首诗一看就是我大姐夫写给你的。啊？你看啊，尤其这第一句特别明显，我的女王。你说你这头是不是当女王的料？真美丽。那在我大姐夫心里，你就是最美丽的呀，是吗？有一回我跟我大姐夫聊天，我就说，哎，大姐夫，你说古力娜扎和迪丽热巴谁好看呢？你猜我大姐夫咋回答的？咋回答的？他俩还能有你大姐好看？怎么的？我这个人实话实说，他俩确实跟你没法比。对，我大姐夫就没有审美嘛。啊，你就再看这句啊，日日夜夜思念你。你说这日日夜夜能跟我大姐夫在一起的，那不就是你吗？对不？最后这一句更贴切，你爱咋地就咋地。你看啊，你每个月呢就给我大姐夫50块钱零花钱，我大姐夫啥时候敢管你要过55？是不是你说咋地就咋地？嘿，太对了，刚子。哎呀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刚才就唱婶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准备好了，小美玲，小美玲，有点像我。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啊，不能整那些没用的，我来点实际的，送你一袋气球，自己吹。啊？哎呀我操！气球，你想累死我呀？就考虑到这一点，再送你个大气筒。街坊邻居们看见了吧、嗯？生活就是要丰富多彩。对对对，咱们生活中啊就应该充满浪漫。对。哎呀，人家要公主抱。哎呀，公主抱，来，不就是公主抱吗？哎呀，小美玲。那个公主抱我也可以。哎，你想抱就抱啊，人家还没考虑好呢。刚子，我也要公主抱。抱抱抱抱抱抱抱一个抱一个。豁出去了。来，一二。晚了，不行了。笨笨，你不是要抱吗？机会来了，来。明白，大姐夫。哎，来吧。慢点啊，上医院吧，上医院吧，来吧。